各位，竞标结果出来了，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一致决定，中标的单位是广东中意外贸。咱们回去啊，可得好好准备材料。太好了，走吧。同时，本公司为各竞标单位准备了茶会，这边请。 说，哎，怎么说呢？真的有点可惜，你不要泄气啊！继续努力。其实所有董事都选你，包括林春生，他也没话好说。但是他最后，董事长还是选了另外一家。 明白的。所有的董事都投了你，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。要换做我是你，我现在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能不能别这样啊？不就是一次竞标吗？不就是一个临时集团吗？ 市场那么大，我们还有别的机会做生意。有什么我不懂的？做生意嘛，有输有赢，有得有失。不管我多努力，不管我多成功，做得多好，他都不会肯定我，不会承认我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也是。可你为什么一定要他来肯定你？他又不是你的全部。他是我父亲。 根本不懂，父亲这两个字对我意味着什么？父亲就是父亲啊！你生下来就有父亲，可我不一样。没错，他给了我生命，可我姓什么？我不姓林。他连姓氏都不给我。虽然他让我衣食无忧，可如果要得到更多的父爱，我就必须自己去争取。看见这只表吗？已经走不动了。 为什么我还带着？当年他就是带着这只表，闯下林氏集团。如今这表在我手上，我就必须证明我跟他一样优秀，才配做他儿子。可我失败了，我再一次失败了。 一次失败，证明不了什么的。在林峰视野里，一次的失败，那就等于判了死刑。可是你父亲是你父亲，你是你啊，他根本证明不了什么，他决定不了你人生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决定。方寒之，你能别这样？你起来，你起来！ 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样更加让人看不起你。如果你真的是个男人的话，你现在应该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永远不要倒下。你是认输了吗？如果这是你的人生态度，那随你吧。啊！ 你就是个懦弱的人，是个懦夫。你就是个失败的人，你让大家都看不起你。你起来！你起来！你干嘛呀这样？
不就是个神医，不就你爸不要你吗？不就全世界人都不要你，看不起你吗？又怎么样呢？再不了曙光黑金，就看秦明我陪你啊！你别这样行不行啊？你能不能不要倒下？ 生日快乐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你在这里啊。你的生日我都记着呢，7月19号，就是今天。我希望你永远开心，永远快乐。 差点没认出来，变得美了吧？啊，是的。我可没有这么整容，你知道，我就是弄的牙。弄得不错。啊，你多少年没见了？我们是几年告别了？我10年了。10年了，天哪！不好意思，今天在路上这么有缘分。啊，对啊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没把你吓到啊。没事。我改天请你吃饭。Actually。 你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party，跟我做男伴的那个男生跟我分手了，来客串吧。啊，你 ？Yeah。啊，行吧。Perfect。 但我得告诉你，那边会有很多媒体的，肯定会乱写。无所谓啊。OK， good。那7点，你到我家接我。可以，7点。OK。OK。你还是住老地方吧。Yeah， that's the one。拜拜。